彰化县商业会22日上午举行107年度彰化县商业团体跨业交流暨新春团拜。商业会理事长蔡国洲率领商业界代表互道恭喜，祈愿新的一年经济更加繁荣。啊，今仔日彰化县商业会来伫遮举办这个新春团拜。那商业会会使讲是咱的商品啊，伫这个生产者甲消费者中间啊，这个过程的这个平台啊，所以在做生意的生意人啊，会使讲是会当把这个产品啊吼卖到咱消费者的这个的手中啊，这个贡献啊实在是真大。阮过去这一年，阮参罗岗市外贸局密切合作，办着一个异业人才计划，伫咱全县24间高中职甲大学。聘请24位咱县内的优秀的企业家到各学校哦，甲遮要毕业的学生囡仔来做分享，互因提早来接受到社会的面试，各行各业等形形色色哦，希望讲因提早做就业的准备。彰化县商业会理事长蔡国洲表示，过去与县府劳工处密切合作办理预约人才在地就业计划。让即将毕业的学生提早为就业做准备，未来一年将结合产业相关团体辅导青少年反毒，带领他们走向正确的未来，迎接灿烂的阳光。公益频道高伟绍、徐世昌、彰化采访报道。